呢个系中国，我点咧呢一点系咩呢？今日大家都知啦，喺天津嘅物流嘅港口呢度，今日就大爆炸啦，有危险品嘅物品大爆炸啦吓。咁啊，点解我要点呢个位置呢？就因为咧，听闻啊，传说啊吓，可能啊吓。就喺隔篱唐山呢个位置咧，就会起个核电厂嘅。啊，呢度大爆炸，呢度要起核电厂，完。